家好，现在呢，我们人在台中港的三井奥莱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热血澎湃的画面？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参加轰打的全国大会师，这也是2019年因为疫情停办之后啊，一直到现在暌违3年的大会师。然后没想到这一次的人啊，超级多，后面还一直有入场。我们刚刚骑车沿途下来的路上也是超多人的，哇，这次大会师人数很可观哎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先进去报道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了，终于报名好了。这边呢，今天人爆炸多，我们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瞬间人超多，然后报道报了超久，我们现在才进来，然后我老婆他们已经受不了了，因为我排在比较后面，他们已经先去厕所去了。今天我们在这边吃流水席，然后没有棚子之类，今天风也蛮大的，我觉得应该会蛮刺激的，可能吃一吃那个海风就直接帮里面加料了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逛完摊了。今天的这个摊呢，宝贝，你觉得好逛吗？风太大，风好大，风太大。然后我觉得这一次的人超多哎，我刚逛摊都没有办法帮大家介绍或是去拍一些什么东西。然后现在大家已经在准备中午的板豆了，我们今天中午就吃这种流水席。哦，今天这个活动我觉得来的太多太盛大了，所以很多摊位我觉得逛起来就是，可能他们都很忙，因为大家都是围着摊，每一摊基本上都排队。你来这边，基本上每一摊他们都有优惠，然后他们都有排队，不管是你的轮胎呀、啊，像今天就来了贝奈利象牌跟米其林，还是你的耳机卡朵、Sena 全都来了。然后安全帽也有很多家，像秀仪、AGV 跟 Shark、Biomola， 还有 Givi 的后箱侧箱，还有夏德的后箱侧箱全都来。所以你车子能穿的，还有你的保养用品，这边全部都有卖。今天的摊位啊，就是每一摊都爆满，然后人这边满满一片，全都是人山人海的。所以今天来，我觉得要帮大家介绍摊位啊，有点困难。我们先入座准备吃饭了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三井奥莱里面用餐。在舞台区里面呢，他们在进行就是流水席，但是因为今天我老婆她没有报名到，所以我就出来跟我老婆一起用餐。然后他们刚刚在里面呢，又开始在进行一些表演啊，还有就是上菜跟他们的一些抽奖。那今天外面其实风很大，我觉得外面吃流水席风吹得蛮痛的，头吹蛮痛的。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车子在底下全部都停满了，满满的全都是轰打。而且除了这些轰打之外呢，在外面的停车场还有很多其他原本是轰打的车友，或者说今天没有骑轰打来的车友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吃饭。然后等下我们吃完饭之后呢，就准备回去继续抽奖。听说下午要抽出机车，蛮期待的。我觉得他办在这很好哎，因为刚刚我在买泡芙的时候，一堆后座跟着我一起买。这一次他们的这个动线就是这边停车，然后到这边报道，然后再进去里面有舞台区、流水席跟摊位。但是因为这一次来的人真的太多太多了，而且再加上外面有一些周边的车友也来共襄盛举，所以说我觉得里面的动线那些其实是做得很不错，但是人在太多，所以你会觉得逛起来好像有点拥挤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先吃饭，等一下回去再继续抽奖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吃饱饭了。这边的风呢，在下午的时候又更大了，现在风吹得呼呼叫。那来车聚呢，除了参加他们的会场活动之外，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乐趣啊，就是来看看大家改的车，看看大家有什么好料，或者有什么特别的车来参加。
其实这边我今天看沿路上有看到一些像是 CB400 啊，或是说像是 Double R， 可是今天进来的量好像很少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管控。你看他们这样改，其实还是可以改出很多风格。这三台 Raver 就改出不同的风格了，他们有的是改坐垫再加风镜，有的是改灯框，然后有的是改皮革马鞍包，每一台都有不同的感觉。然后哇，有人的帽子完蛋了，有人的帽子掉下来了，躺地。要帮他放好吗？不要不要，怕被误会。哇，又一顶安全帽在地上滚了。这个 F Parking， 这还是新版的吗？看一下。哦，这还是新版的高阶版本，这台有电子避震器。我们继续走走。最后一批次，看会不会中奖。好，我们有请我们的抽奖人，负责推问二轮事业部的陈奇文陈科长。好，科长，麻烦您上台哦。这个阶段超多奖项，要麻烦您多抽一些了，谢谢您。好。蓝队0430以及0236。再来0164。最后一位0027。好，现在呢下午几点？现在几点？快五点吧，大会师结束了。然后今天我们的抽奖券呢，我的抽奖券共估，然后有中奖的是哪一位人兄？出个声一下。啊，打牌的就是我。超爽的，你抽到那个什么荷兰进口的防摔衣耶。有啊，夹在夹里面的还有名字，还有下的。然后林七哥这一次来好玩吗？你觉得？还可以啦，就是共估而已。我觉得早上那摊位真的是没办法逛，人太多了。然后我们刚趁他们要收场的时候，我们去逛一下摊位，其实还蛮好玩的啦。就是那个狂人日志，他们有那个猜引擎声，然后猜车子，我觉得那个超有趣的。然后登陆普他们的礼物也很好玩，像我老婆抽到一个钢杯，然后我抽到一个小开瓶器。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一次活动啊，人数有变多，可是有好有坏。好处就是变得很热闹，坏处就是中午吃怎么样？啊，中午吃的不怎么样。应该是说你没有吃饱啦。他前两道就上汤，然后第三道上鱼嘛。可是后面的菜好像就是没有让大家有那种饱足，而且他好像拖蛮久，就是菜跟菜之间，他中间好像有致辞啊，有活动什么的。对啊。然后我觉得主要还是环境啊，因为今天你是在外面吹这种海风哦。不是一般的风，海风有盐分的。今天风太大了，风很大，然后吹就是你脸这样摸下来都还有那种盐巴的感觉，就大家都吹海风，然后不是说像我们上次坐在周几面吹着冷气，然后慢慢吃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而且他这边会场没有厕所，所以很多人吃一沙，他又很担心说，哎，会不会我去厕所一下又抽奖抽到没有我，然后又在吹海风，然后菜又上冷卖，要在那边等他们活动，就是。上面有舞台活动啊，聊天啊，抽奖那些，就我看好像3点多吧，很多人就是有抽到奖品都已经直接走了，都打包走掉了。很多人车子抽完还没走了，车是 CIF 没抽到就回去了。可是整体来讲，我觉得这次活动算是办得不错啦。那停车动线我觉得规划也不错，因为我刚刚看外面他们的那个停车动线，虽然我们今天早上进来以前他有说你可能会很难出去，很难离开，但是刚我们看他们其实要提早走都还是没有问题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在这边，因为现在外面感觉都是塞车，就大家都要上高架回去。那我们决定在这边停留吃晚餐，因为六五零阿哥他说他中午实在是没有吃饱，零七哥好像也没有吃饱。那我是跟我老婆去外面吃，所以有吃饱。啊，那这一次呢，大会师，你觉得如果满分100分，你给几分？80，80吧。有抽到奖再给5分，85。零七哥你觉得嘞？第一次参加这种大会师。还行啊，80吧。80，如果雅马哈有办，你要不要去？可以哦，可是雅马好像都在办那个雅马哈咖啡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办吧。有机会啊，我觉得这种大会师就是车厂办，他办一次亏一次，因为他活动的成本啊、奖品啊那些。对啊，成本太高。光那租场地就不少钱，还要交通引导。啊、好吧，等一下我们就是在这边逛一下，然后吃个晚餐就结束吧。
这一次大会师圆满落幕，好，拜拜。